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我非常坦荡，我知道我没有问题。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，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，哦，要做这个动作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。举我们往后，站站站站站站。不是，你让我们电子的拍，拍一下，来来来，你叫都不让我们拍，让我们电子拍一下。好了，前面的都蹲一下，蹲一下，到时候。好，让他安静。好，不要讲话，暂停，安静。好，听着，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当然，我非常坦荡，我知道我没有问题。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，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。哦，要做这个动作。既然他们做了，他们就要说，就要说明说，他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证据，有合理的理由，要来搜索他民众党的中央党部，还有我个人的住家跟办公室，他们要说明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在楼上待了四个小时，他们没找到什么，他没找到什么证据，你是不是他没有找到？主席，他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证据才可以这样带走你？在楼上搜索了四个小时，他们有掌握什么证据把你带走吗？闭嘴！小薇还有，小心啊！来，你给我传出去了，你要带我去美国，有这件事吗？主席有传出你要去美国了，这件事情吗？去美国吗？主席，你有原定要去美国吗？主席，他们有原定要去美国吗？我报告一下，主席，他们今天要带走什么证据吗？等辩题，不要嘴巴不要那么坏。你先告诉，你先告诉，你先告诉。你为什么佩奇要被带走？佩奇